道禁足第一天和半个月后的区别。你要仔细回去，我比沙妹更能喝了，别去看看小哥，没眼袋，也没熬夜，我还没白大夜，你看看啊，保养的贼好，你看这水特别好，人特精，你在隔几场前，你再看，就开始都憔悴了，因为开始的就一拍了。我连续大概熬了有半个月，十五个工作日吧，得有。尤其小哥那会儿拍哪场，他过四个月，那也是开机能有个十五两天。